实唔系呢个，系呢、這个。哎，嚟啦！咦，迪光唔见咗嘅咩？得得得，迪光闪走咗，佢系攞紧盒。去到未？啱唔啱用呢首歌啊？咦，可以噶？开咗歌噶，开咗正喎。好，会唔会 TV 第十八季第十集？好啦，咁啊，好耐冇玩我开台神，咁啊，都系我距离中间多咗少，叫做有啲新嘢玩啦，咁啊，都派咗一段时间噶啦，咁如果大家中意 Spider-Man 嘅话咧，嚟紧咁啊，终于都叫做有套新嘅 Spider-Man 睇啦，好喉干，冇晒喎，有查，好啦，咁啊，其实当然，就住今次 Hot Toys 推出呢一整个系列嗰种系列利用啦，咁如果大家有玩开呢一个 PlayStation 嘅话咧，咁都唔会觉得陌生噶啦。今次有机会，谢谢，可能系成个系列最后嘅一只。吓、啊？点解咁讲咧？系咪噶？唔知噶，我噏噶就自己。因为你如果即系大家有玩开PS4 嘅话咧，咁都会知道呢一个 Anti-Op Shoot。其實就是個 game 入邊叫做劇情嚟講，最後一套服裝咁啊，終於要打呢個八爪魚博士，而 Peter Parker 都用咗呢一套衫去對抗呢個八爪魚博士嘅。咁雖然佢成功咁樣將呢一個八爪魚博士打敗，不過始終呢一個血清嘅含量係都係少，所以為咗要令到呢一個解毒劑成功咁樣研發，咁結果佢就犧牲咗呢個 Auntie May， 就 Auntie May 都含笑而逝嘅。好咁慘嘅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 game 入邊嘅劇情嚟嘅。咁啊 ，anyway， 咁啊個故事我係幾中意嘅，咁亦都因為咁件衫我都好中意嘅。咁啊，見翻今次用咗呢個黃色底，其實 Hot Toys 比較少用咁鮮色嘅 box art， 所以我自己嚟講幾中意嘅。咁啊，另外個 Spider-Man 都係呢一個零立立咁樣印上去啦。點解個封面有啲藍藍地嘅佢嗰個？我呢個諗係想做翻個 contrast。咁當然啦，其實你啲燈打落去係咪真係藍藍地咧？我就唔敢講嘅。即係唔係喎？係啦，所以唔係嘅，我揾唔到啊。可揭色啦，咁啊入邊就會有翻一啲即係試窗俾大家睇翻啦。後邊嘅工作人員，好搞掂。好啦，咁啊至於隻嘢入邊包咗啲乜嘢嘢咧？咁啊，可以見到本身，唔該曬。其實每一件呢個 series 嘅產品咧，我相信呢一個吸索都應該係唔係一樣都九成似噶啦。一組嘅蜘蛛絲啦，後邊就係個夾啦，咁另外有條手揸嘅蜘蛛絲啦，可更換嘅眼啦，都係蜘蛛絲啦，同埋過熱。過熱，咁啊用翻，好啦，用翻個大 screen 啊，只好，唔好意思咁多位，因為本身個相機過熱，所以我會用翻個電腦做直播嘅。可能夠冷氣喺度。係，咁啊，見到最可怕嘅一樣係佢嗰啲封冚咁多嘅手型，計埋呢一個係12定10啊，哇，都有10隻，係啦，足足有10隻嘅。咁當然，我呢一個就叫做豪華版啦，豪華版包啲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包咗呢一攤嘢，八爪魚。時間關係，我已經裝組好咗噶啦。咁啊，見到本身其實最主要係有三，即係唔計個台座啦，就有三個組件嘅八爪魚博士嘅鼻，1、2、3。咁裝組好之後，就成為咗今次獨一無二嘅靚靚台座啦。而台座亦都有兩張紙，咁應該呢一個咧就係原本大家唔係 deluxe 版就會跟呢一張嘅。咁如果係 deluxe 版嘅話咧，就應該係跟呢一張啦。我冇正常版，所以我唔能夠即係好肯定咁樣講啊。咁但係我相信大致上都係咁嘅。我想問下個台座有冇 effect 㗎？即係會唔會著燈？啊，絕對係唔得嘅。哦。咁當然啦，叫得豪華版。咁鬼多手嘅你真係，我唔知道你啱唔啱我諗住你攞個公仔，我又想睇下。係啦，咁啊最主要其實即係俾咗咁多錢咧，就係愛嚟咁樣擺嘅啫。好嘢，買，幾有型。
擺翻個姿勢，有啲氣勢。係啦，咁啊，主要其實個作用都係咁。後邊當然啦，其實應該就有支柱，不過我懶，我唔特別搞落去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係咁依褪前少少，話唔應該係褪後少少先啱。唔使住，可以望翻，咦，翻嚟啦！翻嚟一陣嘅啫，光翻少。係啦，可以因為成日黑。係啊，咁同埋可以由頂到底碌一碌啊！嗱，多一句啊，大家看官，我唔敢講而家呢一個雙鏡頭係可以保持到幾耐，咁但係阿的會好努力咁樣同大家盡量將呢個時間延長嘅。係啦，咁啊見到其實台座加埋呢一個咧，個感覺係真係完全唔同曬嘅。好，咁啊今次真係可以諗下隻嘢啦。嗱，當然啦，其實本身喺說明書嗰度咧都有講到，佢係可以用呢一個紫外光燈射。就會有一啲唔同嘅顏色同效果嘅。不過好抱歉，我哋今日冇任何嘅紫外光燈，咁所以變咗我哋會好老實咁樣將呢一個 anti arc shoot 呈現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可動性嚟講，一貫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如果你話蜘蛛俠可動性差嘅話咧，基本上係冇乜人玩嘅。頭。佢完全可以係做翻飛落嚟嗰個動作嘅。聽到啲嗒嗒聲冇咧？呢一個就本身係用咗棘輪式關節，而大家可以見到係啱啱好九十度嘅。咁當然你話再托高啲咧，唔好滯，唔好玩啲咁嘅嘢。同埋一撳落去咧，我或者我喺個膊頭嗰度撳咧，你會見到係有即係。入面我想是有一些類似棉花狀的東西，有一個挺好的回彈。向前都是九十度，再高一點就會彈回來的了。手踭都很多，是啊，都個可動性都不錯， over 了九十度。當然啦，其實左右都喐到嘅，因為佢呢度亦都有一個環軸。咁啊，手腕頭先講咗，足足有十隻手係俾你慢慢玩嘅。咁啊，可動亦都係一貫嘅球形關節，我唔多講啦。腰，哦，原來咁鬆嘅，有邊一個可以夠僵好似我咁樣扭啊，大佬？我好中意呢啲聲，極限啦！真係好成熟啊，開開水啲新衫。同埋大家其實見我扭得咁過癮咧，你會見到本身我無論點樣扭都好咧，佢基本上喺一個造型嚟講咧，都唔會話有太大，即係同人類嘅太大嘅偏差嘅。佢係用翻筋，即係肌肉嗰個扭個線條去做，同埋好實嘅，你會聽到咔咔聲。回彈亦都唔算嚴重，咁啊扭嗰陣時候就唔可以話扭到九十度嘅，咁但係其實人類嚟講都好即係合格有餘噶啦。我好多年扭唔到九十度啦。腳。九十度彈翻落嚟少少啦，都有七十五度嘅。咁啊，對接反而就完全唔成問題啦。我真係試緊佢嘅極限，反而個腳攞關節咧就非常出色，好貼地嘅動作，相信佢都做到。其實如果話配翻台座去擺一啲好誇張嘅姿勢咧，係得嘅。不過點都好，都要提一提大家，
擺完一啲好誇張嘅姿勢，你極其量影完張相之後咧，點都好啦，呢一個C站嘅動作係最安全嘅。頭先我都未試埋向後。哇！算啦，冇啦嚇。點做到呢個動作？人體教我。體操隊隊員。好咯。嗱，佢嗰個位係預翻鬆尾嚟嘅，咁所以其實變咗你接近一字馬咧都 OK。佢向後反而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後提腿咧，佢一個攞油位唔會話特別頂得好勁，所以係幾個人嘅。你再做咁多，我應該做唔到呢、這個。呢個 Jordan 做多標誌嚟喎。呢、這個淨係八爪魚博士嚟嘅喎，啲腳可以扭到咁。我唯一有少少即係 comment 就係個膊頭嗰個關節真係對得唔高。咁但係佢又嘗試可能用好多手型啊，其他身體嗰個關節去補足翻啲蜘蛛俠嘅典型姿勢咯。我就唔係好熟蜘蛛俠，但係我覺得膊頭呢度其實佢就想做得美型啲，可能墊咗啲棉花入邊或者海綿類物體。咁但係佢個動作就冇咗，即係佢總有啲時間佢會舉起隻手噶嘛，但係就嗰個動作就做唔到。咁呢個就或者下次開拖考慮試試其他方式。我覺得個因為佢個本身個衣服的彈性和那個 body 一定沒問題的，他做到那個動作，他可能因為他那個膊頭的形狀漂亮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就墊了個 pad 在這裡，所以就阻了你去舉高的時候的那個範圍。好了，那另外其實如果你說裝蜘蛛絲呢，那他也有一個算做是交換配件的。那我原本那一粒大領落我已經不知道放在哪裡了，應該是這邊的。那本身其實它的手腕位呢，用這邊看那就有一個扣啦，那這邊我就已經換了可以擺蜘蛛絲的手腕那個帶環，那可以看到其實它可以插回其他剛才那五六條不同造型的蜘蛛絲。你說得這麼多次蜘蛛絲都很順喎，蜘蛛絲合格。好啊，咁啊，或者可以鬆軟少少，大致上可以睇下佢擺嗰個 pose 可以玩到幾流暢。係唔錯。OK， 放手啦。可以見到個線條好靚嘅。其實佢成個PlayStation 4呢一個 game 嘅系列嘅每一隻 Spider-Man 咧。我除了一隻 Iron Spider 之外，我每一隻都有幾高的評價。不過當然 Iron Spider 就是個造型是無敵的，但是個可換性就是全個系列中最低。我想問這套 game 這套衫在 game 裡面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function 的，因為會不會影響到它在造型上它有這種考慮，將個膊頭墊翻厚一點而放棄了個可動性。其實我想如果就住個膊頭咧，其實之前出的 Spider-Man 咧都有戰到膊頭。我想最重要都是佢唔淨止膊頭啦，其實大家可以看翻佢身啦、腹肌啦、大髀啦。其實佢每一隻今次蜘蛛俠呢個系列咧都有做到補型嘅。咁所以變咗喺個外形嚟講咧，全個系列個樣子。都好靚，即係嗰啲肌肉紋啊，佢可以完全咁樣表達翻出嚟。咁或者我最後咁樣補充少少啦。咁其實全系列嚟講咧，我就咁樣講呢一隻 Anti Oxford 咧，我係俾幾高分嘅。因為第一我唔使就住玩，第二可動性高，第三佢嗰個台座咧，如果即係大家係買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叫 Deluxe 版咧，真係爭曬分嘅。咁所以都有一句，大家有玩開呢個 series 而又中意嘅話咧，呢只我覺得係絕對值得玩嘅。最後換眼嗰度咧，就提一提大家，你可以其實撳少少，跟住用翻手指甲撩翻出嚟就得噶啦。亦都唔複雜嘅。換唔換啊？唔換咯，夠鐘啦。個台座有少少補充咧，就係佢呢次用咗 PVC 去做嗰啲尖刺位啊。咁咧就真係唔會吉親手。如果我諗用 ABS 肯定吉到流曬血都似啊！佢係好尖嘅。
咁呢個佢唔係去慳皮，我覺得佢考慮到即係安全嘅問題。安全嘅問題，因為曾經佢哋都用嗰啲好尖嘅 ABS 去處理咧，係有意外發生過嘅。爆缸，咁同埋啊，都想問，爭在問埋，其實咁呢一種類型嘅造型，或者我諗喺成本嚟講咧，即係用軟膠同埋 PVC 個分別會唔會好大㗎？其實就帽都係嗰啲用嗰啲叫高温嘅可以耐高温嘅鋼帽啦，其實唔會差太遠嘅。有時候考慮到出帽，如果佢即係譬如好多倒扣位咧，用 PVC 咧就少咗行位，咁於是咧個帽就會平啲。嗯。嚇，咁但係我睇到佢呢個就肯定唔係因為行位嘅問題，可能係真係安全性個問題，因為真係好尖嘅，而家 PVC 都係好尖。咁如果你 ABS 係真係吉死。啊！佢連呢啲都係軟嘅，八爪魚嘅爪咧都係軟嘅，咁所以其實相對性嚟講，當然你話望落去個造型，我唔敢講話好 sharp， 始終都係即係用軟膠製，但係真係唔使擔心咯。你玩嗰陣時候，你即係大家嚟試屋企，唔係淨係你玩噶嘛，你有小朋友嘅，你嗨嗨又瀨嘢啦。可能有啲意外發生過，因為即係我諗係成日可能輕你跌一跌一碰咧，會崩曬啲尖角。而家呢一刻咧就係比較。即係安全咧，又我又覺得冇影響佢尖嗰個程度嘅。嗯。啊，所以我同意阿拖拖呢次嗰個改動。咁呢個地板呢個位，佢係咪專登呢個俾塊新？算係啦。好，咁啊，正正經經記住，再即係沉氣啲講，玩完記得唔該大家擺翻呢一個姿勢。咁成件事擺翻落櫃嗰度就。完㗎啦，我相信應該呢一啲質地呢一個皮套咧，嗰個耐久性應該都會強啲，同埋唔會咁容易即係相對性甩啊變灰嗰啲，可能一路會改善嘅，不過真係冇要做 lab test 先知佢會唔會擺幾耐。咁大家避免擺喺紫外光或者陽光之下曬，雖然佢有紫外光。係我啱想講，咦？咁我咪唔可以喪射住？因為個紫外光就係射住嚟俾影下相啊玩下，可能轉頭就收翻嘅。咁真係唔好擺喺近窗口位任何玩具都係。係會快壞啲嘅。係啦。德哥，你係冇剪櫃啊？剪櫃算把啦。德哥應該個剪櫃擺公眾。德哥都係貨櫃，佢都係貨櫃，唔係剪櫃。好，咁啊，今集玩咗先，轉頭見。